让我老爸写一篇，说是，政治工作在抗日这个队伍中的作用，让我老爸写。我老爸不是笔杆子，我老爸就说，哎，你找几个笔杆子写吧，这是我又不是笔杆子。毛说不行，就是你写，你搬到我隔壁来住，你每天写多少拿给我看，这是写完了我就放人，写不完你就住在这儿。还真是，毛这种事都是非常认真的。我老爸就只好搬到他隔壁去住了，然后白天嘛就去炕台上班，晚上回来就写这个。毛还真是一篇一篇的改了。然后毛说可以出版了。这本书呢，就在延安和国统区就同时出版了。文革的时候，是我老爸署的名了。文革的时候，就说我老爸是投降主义。证据呢就是这本书。我老爸就跟专案组的那些人说你们说话可要小心点儿，说这本书是那时候谈主席了，是主席一字一句改过了，然后后来是再没人说这本书了。反正我跟你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战争年代呢，我老爸和毛朝夕相处的日子并不多。后来毛就说这个抗大要搬到前方去，搬到前方去呢，那当然就是我老爸领着这个延安的这个抗大往前方走了。那时候前方就是太行山嘛，对，一路往太行山走呢，各个解放区呢就把一些学生的教员就留在那儿了，一直走到这个太行山。然后那时候太行山呢有个八路军前指，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延安，前线指挥部呢就在太行山，前指的总指挥呢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呢司令兼政委，左权呢是这个参谋长，我老爸呢就是政治部主任。我猜就是老彭为什么老是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司令兼政委，哎，很奇怪。你就跟这个林彪来比，林彪担任任何职务毛都给他配个政委，对，从苏区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彭德怀担任什么都是司令兼政委，对，到西北去的时候他也他也是司令兼政委，对呀，长征的时候他也是司令兼政委，三军团也没政委啊。对，哦，不，三军团有政委。三军团开始的政委是那个谁，后来杨尚昆还当过三军团政委。反正彭德怀很多职务都是司令兼政委，西北野战军他也是司令兼政委。但是林彪呢，在东北野战军呢，就是也配了一个政委。这个我后来想呢，就是说，毛是。就是比较充分的相信彭德怀，就是彭德怀这个人呢没有太多的心计，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彭德怀有心计的事也有，但是彭德怀呢就是老粗嘛，他彭德怀没读过书呀，他是讨饭出来的。彭德怀自传上写，他说我为什么会打仗，就是那个时候我跟着我母亲讨饭的时候要躲这个狗啊，哎呦，我那时候看着我都几乎流了泪啊。因为在这些这个领导人里面真是没有几个就是什么贫下中农啊或者什么，没有，你算算毛宁周朱陈林邓，没有一个是没钱念书的嘛。对，彭德怀还真是就是无产阶级，然后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好，我们再回过来说你爸和老妈的关系。
然后，我老爸不是要上前线了吗？嗯，毛就给我老爸提了字，送我老爸两篇字，就是水太清则无鱼，对，人太清则无徒，然后就是写在一个两张纸上送给我老爸，而我的书上写的，我说我觉得好像我老爸就到离开我们也没太明白这毛给他写的这个字儿的这个意思啊，但这个字儿呢也没留住，就是五月翻车仗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围上来了，就是好像觉得就是那时候在大山路里转着，那时候觉得就是没路退了的时候，就把所有东西都烧了，所有文件都烧了，这两行字也烧了，但是后来又找到路，反正又退出来了。这两行字没留下来。没留下，但是在罗玉清的关于他的一些文章书里面，这个字这几句话一直是讲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来不是进了城以后搞了一个军博嘛？对。军博的人就来收集这些文物，包括我老爸用的一个是一支驳壳枪，哎，看过，我还有那个，张良的一块怀表，张良牺牲了以后，我老爸一直带这块怀表，都送给了这个军博，然后就说，啊，原来就是还有这么两幅字。军博那个馆长，那时候馆长我也记得他的名字了，说哎呀，说这两种字要再多好，所以这个故事嘛，反正就大家，就我老爸跟那个军博那个博长馆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我在旁边呢，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故事，然后这就上了前线以后。然后就是到七大，七大就回延安去开会。回延安去开会呢，这里面有好多故事。哎呀，我要跟你讲，用的时间太多。我就跟你讲讲这个，就是为什么毛点我老爸当公安部长？我老爸从来没想过当公安部长。这个。七大开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日本人就投降了。实际上我生下来，大概，你看我是，1944年11月生的嘛，日本人1945年8月就投降了。那段时间就是在延安开七大，开完七大以后，就等于是，日本人就投降，然后重新谈判，然后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以后打仗。打仗呢，我老爸是华北战军，就是聂司令兼政委，我老爸是副政委兼19兵团的政委，19兵团就是杨老耿兵团。对，就是华北的主力，但是华北嘛，没有打什么很大的仗吧，不像东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打了很大的仗，另外二野、三野打了淮海战役，然后这个大局已定了，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了以后，就开七届一中全会。就在二中吧，一中是开完了就开，就是在延安七届二中全会，在西北坡嘛，在西北坡开。